这个是远东银行的办卡技能，这个办卡决策术哦，这其实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就是还没有这个 banking 卡的，或者是说是远东信用卡的。如果您想要拿这个1000块的好礼的话，我非常建议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参考一下我这个昨天写出来这篇文章，这个决策术非常简单，你可以从上面开始看哦，你到底有没有远银卡？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新户，好、哦，非常简单，就是直接从这边办，好、哦，就是办卡之后呢，只要认刷3笔就可以拿到600块钱，那接下来就是从这一团你就可以再多拿到400，好、哦，刷3000块就可以拿400，这是比较简单的部分。那如果您是旧户的部分的话，它这部分就比较麻烦一点哦，因为它必须就是要去看说，哎，你有没有 banking 卡？如果你有 banking 卡的话，那再看看说，哎，你是。跟我这一团吗？如果跟我这一团的话，还可以分，就是1月9号前办跟1月9号的时候办、哦、其实Banking 他在这段时间，哎，陈玉凯捐30块钱、谢谢你，对，恭喜保大通过一定审核，希望有朝一日我也可以，我是守着超级留言吗？我看起来应该是哦，谢谢你，恭喜你拿到一杯咖啡了，哈哈哈，非常开心，谢谢你。好，对，基本上呢，这个 Banking 卡的部分呢，大家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做这个选择。那如果您没有跟上我这一团就非常不好意思啊，就没办法。对，但如果你是我这一团的话，就是分1月9号之前跟1月9号之后。1月9号之前的部分的老屁股呢，有134个人。那这些人的话，就是说Banking 这次加码的活动他没有把你们列在里面，我也觉得就是非常的不好意思，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决定银行他们到底要不要给我们回馈。那我只能够用我的方式来弥补大家，就是说如果您是跟我这一团的部分呢，我现在有办活动齁。如果您来参加活动的话，至少可以拿到100块，最多可以拿到400元，就等于是跟这个金站点就是一样，是400点哦，是一样的道理。好，那我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好好的努力去找自己的就是亲友来加入自己的 banking 那一团。那你们的亲友多的话，你愿意刷，我这边才有回馈哦。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就是阶层的概念。对，那一月九号之后，如果您现在跟团的话，其实跟我这一团现在就可以就是直接就是确定拿到400点的金站点，所以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也请大家就是可以好好把握机会，如果您现在还在观望的部分，或者是我们 YouTube 这边的新朋友，你都可以考虑从这边跟团办卡，因为目前我看很多网络上的一些网红在揪这个 banking 团，好像也都没特别看到说他们已经有揪到10个人以上的讯息这样子。好，所以如果你要跟的话，就欢迎跟大团，跟我这一团就可以了。对，就是这么的简单。对。